要拜下去。就是、哦、对，然后我说的是男子礼啊，男子礼。其实咱女子礼的话，一般就不用集体拜，女子礼最大的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女子您穿女装的话就不这样。因为我总是跟他小人啊、围城啊这种，对，相对来说会拜就大一点。那我有一些戏，就比如说是那个多谢王爷来去庙趴针的那种，我也可以把这个拎出来弄吧，没有问题吧？嗯，到时候根据剧情，根据剧情弄吧。因为钱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可给病王衣服都脱了，衣服脱了，衣服脱了，扎针。扎针。知道吗？我的老师上去也是死命。老要不要再加一层？嗯。他这样对我，然后不然我那个走，我在那儿又跑过来又找他，我真的想他这样，让我走的动机够不够那么足？我一开始那个态度，由于知道他这个身份之后那个变化的问题。其实这两天重点是最好的，家庭大事。我们来看你们俩。导演太有才了，忍不住的崇拜导演。拍那么多年戏了，我觉得就能学不少东西了。今天又学一个，就是茶还能倒成这样。他刚才夸我，就没见过茶能倒。茶会倒这么好？怎么样？散发你的表演潜能。身轻如燕，一会儿姐跑过去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